驱虫和疫苗是一样的，使用过后呢，狗狗都可能会出现精神不佳、食欲不良等不良反应。因为药物本身呢，就是带有一定的弱毒性的，因此无论是接种疫苗还是喂驱虫药，都应当选择狗狗身体完全健康的情况下，比如说精神、食欲、大小便啊这些方面都要完全健康，才能选择给它驱虫。常见的一些不良反应呢，一般不会太剧烈，因为有的就是是取决于很大一部分方面是因为驱虫药的种类不一样，成分不一样，对狗狗的身体反应呢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说它是第一次驱虫的话，一般是您最好是注意选择的这个驱虫药是最关键的。再一个就是了解这个驱虫药的这个使用情况，比如说是空腹还是跟食物混到一起吃，这样呢会不会减少或者是避免这种驱虫之后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是说发生驱过虫之后出现比如说剧烈的腹泻、呕吐的话，一般最好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此外呢还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驱虫一定要根据狗狗的体重然后驱虫周期来决定它驱虫的这个次数跟频率。一般的话断奶之后的这个幼犬的话是45天以后，或者是说打疫苗期间、打疫苗以后一般会配合驱虫，这样的话驱虫的效果会相对比较好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狗狗的驱虫的话是有一定的周期的，一般临床医生会建议狗狗的话一年至少体内驱虫3到4次，不能低于这个次数，如果低于这个次数的话可能会出现寄生虫的那个反应，比如说腹泻啊或者之类的。